尊敬的老教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这次已经是第二次了。那么今年您老人家已经82岁了，过去呢，为了社会大众啊消灾免难，为了国泰民安呢，一年当中您3次给社会大众顶礼。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厚道的传统，要知道好歹叫。那我们这些做后人的，不能让外人笑话。说你看这么优良的传统，但是他们的后人都不知道感恩呢，我不知道还礼，所以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啊，有这个机会，代表社会大众呢，也给您老人家顶礼，给您老人家磕头，感谢您老人家。不必了，阿弥陀佛，好，好，夜拜哈，谢谢您老人家，正福正慧啊，好，谢谢您老人家。在过去5个月前呢，您老人家曾经对社会大众啊，有过一个祈请，也算是一个很慈悲的一个警告，说天灾人祸迫在眉睫。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果然这个尤其是人祸非常多啊，全世界性的这个灾难，你像金融风暴，那包括有的国家呢都已经面临破产了。那么现在大家就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啊，科学家不知道啊，经济学家也不知道，包括一些这个政府首脑啊，他们都事先不知道。那为什么一个82岁的一位老人家啊，一位出家人，他怎么会知道呢？其实这桩事情很简单，上一次访问你曾经提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给你的答复，我举了个例子，像2、3岁的小孩，他遇到困难了，他就找谁？他肯定就找他爸爸妈妈嘛。啊，所以我给你解答的时候，古人遇到困难的事情，找谁？找老祖宗啊！老祖宗知道啊！啊，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你看老祖宗对他的后裔。多么的厚爱啊，为了要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经验流传下去，那真是想用尽了心机去思索，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东西保留传到后代不会贬值啊，这就发明了文字，发明了文言文，这个目的文言文就是为了要传递他们的智慧信息给后代。为什么呢？语言会变啊！你看我们讲话，那30年前跟现在这个说话就不一样了，它是会变的，但是文言文不变啊，所以他想出个方法，会变当中找出一个永远不变的啊，这个才能传下去。那我们今天要读《论语》，孔子的意思我们就很清楚。啊，那现在我们说为什么还是不清楚呢？这就佛法讲它有障碍啊，它有障碍就是孔子亲自来给你讲你都听不懂啊，这个障碍什么？佛法叫业障，而特别讲呢3重障啊，3种最严重的障碍，第一个是傲慢，第二个是嫉妒，第三个是贪欲，只要有这三个东西啊，你就听不懂，你也看不懂，也就是你糊涂了。如果把这3样东西放下了，那你就明白了，你真正能看懂。你放下的越多，你看的就越多，那个意思没有止境的啊。所以古书不但是佛经啊，你说孔孟的典籍《论语》《孟子》，你打开其味无穷啊，它每一个字里面都含无量意。只要你用清净心，你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哦哟，越看越有味，越看越深入，里头含藏着无尽的智慧，无尽的德能啊，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所以这是古人呢，那找古人就对了。我这样来体会一下您的这个意思啊，您的这番话，
是不是这些提这样疑问的观众，或者是这些外国人，他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一个东方的老人他能知道这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呢，跟东方有关系，就是跟这个中国传统的智慧啊有关系。嗯，对，确实这个也没有想错，但是西方人同样有东方人的智慧，啊，为什么呢？我们中国老祖宗五千年就讲，人性本善，啊，他是人，他就有性有性。那个人之初性本善，不分中国人外国人，啊，不分古人今人，都一样的。那个善这一个字里头包含的味道就长了，包含的是大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这是佛经上说的，那一点都不错。那就是天灾人祸迫在眉睫，实际上这个事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哎，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是，他真的不知道，他自己在造，但他不自己不知道。啊，什么人知道呢？心地清净的人知道。哎，也就是心地清净，他不造业，他在外面旁观就清楚了。心地染污，就心有这个真假，啊，有这个净慧，啊，清净和污秽，啊，有净慧，有善恶，啊，有利害，有得失，他就看不见了。啊，这叫妄念，这不叫真心，真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如果你能把这些妄念去掉之后，你真心现前，那就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了。啊，你看到古人的东西就是我们自信，所以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它的发明，它不是它的创造，啊，所以我们读这个《论语》，我最欣赏夫子两句话：“述而不足，信而好古。”那就是述而不足，夫子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现在都要搞新东西啊，要创造发明，否则没有。啊，你看，信，对古圣先贤他有信心，喜欢古人的东西，古人的东西就是自信，自信是圆满的，像个圆球一样，圆球上你能加什么东西啊？加不上，你加一点的时候多余的，就不是圆球啊，就不是圆球，不圆满。你缺一点也不行，所以圆是达到究竟了。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那你还有什么创造呢？还有什么发明呢？那到圆满了吗？古圣先贤圆满，你自己也达到圆满了，跟古就合而为一了，跟今也合而为一了。现在人都看不起古人呐，这叫傲慢呐。哦，有这个傲慢啊，就不行了。为什么？你自信里都没有傲慢吗？傲慢一升起来的时候，你自信就见不到了。那么我们来看刚出生的孩子，是不是就已经很接近了这种状态？他没有傲慢呢，他没有贪呢？有是有，嗯，但是没有缘把它促成现象，所以它有因，因要有缘才会有果。嗯，这个果呢，就是它发作。啊，他还没有这个缘，啊，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很透彻，啊，傲慢，对于我的执着，就我执，傲慢，这个贪爱，哎，愚痴，这个佛法叫四大烦恼。这叫根本烦恼，贪嗔痴慢。对，贪嗔痴慢加一个我，我执，这我执着，我是第一个错误的观念的，哎，有我就有贪嗔痴，它表现出来就是自私自利。对，所以他一定要教，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那这佛法里面就讲得深了，这是高深的哲学跟高深的科学了，这叫宇宙怎么来的？我从哪里来的？你看这个问题，古今中外，多少哲学家、科学家，连神学家，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可是佛法有，
所以我们这次要特别向您请教啊，科学家也没有预测出来，经济学家也不知道啊，现在格林斯潘都在反省，各国的政要是措手不及，突然来了这么一个灾难，一个东方的老人啊，82岁高龄的一位出家人，用中国传统的智慧5个月前就告诉给大家了，他们理解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祸他怎么能知道呢？所以您刚才东方的圣人跟佛陀确实是获得了圆满的智慧，这个圆满的智慧中国古人虽然没有讲悟入本性，但是他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言语，有这个意思。在佛法呢，那就说得很清楚，明心见性啊。这性是什么呢？性是宇宙的本体，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宇宙就是性，我们讲人之初性本善，而性，性是能生能现能变，宇宙跟我们的这个人生是所生所现所变啊。但哲学里面讲的是它能不是所，所不是能啊。你比如说父子，儿子是父亲生的，可是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对，能生跟所生它不是一桩事情，对。可在佛法上不是这样，佛法讲能生跟所生是一，所以欧阳靖武说佛法不是哲学，哲学是讲二、啊、对，在佛法里哲学讲能所、哎、佛法里头没有能所、啊、也讲能所，但是能所是一不是二，本质是这样的。所以佛法古大德有个比喻用得好，他比喻黄金，以金做气，气系结金啊，他把黄金比喻作心，把这个气呢比喻作现象啊，这个就好懂了啊。我用黄金做一种佛像啊，那个能做的是黄金，所做的像还是黄金，是它是一不是二，他用这个来比喻啊，就能比喻得恰当啊。所以性，性在哪里呢？性就在相里头，相不离性，性不离相，性相是一不是二。那么老教授，我们继续往下就这个灾难问题啊向您老请教哈。今年的5月12号啊，四川大的地震，那么在半个月之前，您老突然呢在自己的家乡安徽省汤池镇呢就发起啊倡议举办这个中风30系列法会，它的名字呢叫护国惜灾法会。那我们知道在佛门里呢，这个法会是专门超度亡灵的，就是对去世的那些人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也非常仔细地分析了您那段时间的讲话，那么大家在网上实际上是都看得到的。您至少有6次之多，您提到对社会大众要提醒啊，就避免这个灾难。而且呢，在地震前3天，也就是5月9号，您特别提到呢，这个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地震是怎么发生的。那么在网上能看到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会问一个问题，这是巧合吗？说巧合也可以，也能讲得过去啊。这个灾难在佛法里面讲，确确实实是人不善的心性所产生的一个现象啊，这个呢里面有很深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佛讲是境随心转啊，境是环境，心就是念头。从小的来说，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意念要是善，没有丝毫恶，你的身体会很舒服，会很健康啊，会不会生病啊。如果你天天有烦恼，天天有顾虑，天天在计较，那你就很容易生病啊。这是你心在转了，你这个整个身体的时候，
它随着你这个念头在转。那么在扩大的外面的时候也同样的，我们居住的环境，这一般人讲风水啊，我们居住的环境啊，能不能跟自己带来的快乐，也是你的心转境界。所以风水家讲啊，富人居富地，富人富地富人居啊，就这个道理。你的心善良的时候，你住这个地方风水不好，你住上个两三年它就变好了。您所讲的这是个原理啊，原理啊，它就转明了。再扩大呢，到整个世界也是一样，我们这个地区的居民如果人心不善，他就会可能发生呢这个现在讲的自然灾害。哎，其实呢是从人心的感应啊，佛给我们讲了人的不平，那就是地震的原因。人心不平，那就是地震，他就会感到地震。就是我很傲慢，我看不起他啊。对对，人心不平。哎，我说哎，这个是你这个人心的这个嗔恨啊，怨恨，这就是温度上升，这个地球温度会上升，哦，发热啊。对对对，不错啊。哎，对，这个愚痴就是风灾。贪欲就是水灾。所以呢你看看现在地球上居住的人，哪个地方人没有贪嗔痴，而且贪嗔痴这种的现象比过去要增加很多倍。我们怎么看法？三十年，中国讲三十年是一世啊，啊，你看那个世字是三个时啊，三十年叫一世啊。三十年前的人跟现在三十年后的人，那个贪嗔痴悬殊就很大。再往上面，这三十年前呢，它的速度就更小，不是没有，有，啊，你看到我们这个抗战期间，啊，你推断去，两个三十年前的时候，60多年前，人有没有贪？有，但是很少，不没有现在这么严重。虽然是自立啊，他看到别人有同情心。我们在抗战期间做流亡学生，那是离开家庭，离开父母，走到外面了，但是每个人看到你，他都照顾你。现在没人照顾你了。您老人家82岁高龄，走遍世界各地啊，那各国政要啊、下道贩夫走卒啊，都跟您老打过交道。这么多年来，您亲眼所看到的世间就是这样，越来越贪嗔痴慢。不错，那灾难也就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所以你看到因，你就会知道果。啊，那这个灾难能不能化解呢？在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跟佛陀的口气里头是肯定的，可以化解。那科学家不这么认为。科学家他不相信啊。他认为这，哎，对呀，自然灾害啊。他不认为这个自然灾害是我们意念造成的，这一点他不承认，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发现您说的这个原理，好像只有在佛经里才讲得非常直接、彻底啊，讲得彻底，讲得圆满。儒家是接近，啊，有接近，不错，儒跟道都接近，能不能都讲到，但是他没有讲到佛那么样圆满。那中国的这个儒释道很像是预防灾难的一部经典哦。对，那你要是真照这个做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所以我讲经的时候也讲过不少次，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啊。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好呢？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世界那么好呢？佛说的里头有一句话你要注意到，那个世界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他们那个地方的人上善上品的善人，心是最好的。对，不错。那我们现在这边是上品的恶了，那在从前古时候是下品物，这慢慢演变为中等的物，现在我们是上等的物，这灾难就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是在香港啊，走在街上，我看大家觉得自己都很美，都很快乐，仿佛在真是天堂，购物的天堂，消费的天堂。对。但是这个真的跟原理看起来对照，拿这个显微镜一看，拿放大镜一看，没错，上品是恶，不错。上面说充满了贪嗔痴慢，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贪嗔痴慢要达到一个爆破点了，
这个宇宙会毁灭。啊，所以从前中国的教育就是防止你这个恶念的扩张。啊，所以说你说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叫什么？从小就叫你让，哎，忍让、谦让、礼让。啊，没有教你竞争呐、啊。那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是战争了。有人就想请教您老这个问题啊。那如果当时在五月份之前啊，在地震之前呢、啊，如果直接的把这些灾难的信息直接跟社会大众通过媒体直接讲出来，难道不可以吗？不可以。啊，为什么呢？社会大众说会说你妖言惑众，啊，会起反效果，啊，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勉励学佛的同学，我们大家要发善心，啊，要断恶修善，要破迷开悟，啊，从自己内心做起，啊，护自己就护国家。自己的灾消了，外面的灾也就减轻了。这个护国息灾法会就是这个宗旨。对，不错。我们看到全世界灾难太多了，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净宗同学，我们同时啊同心同力，这个力量就会很大。啊，不但化解这个局部的，我们希望对全世界的灾难都能把它减轻。我了解，有信息就讲哈，就是有这样的信息说，在过去啊，好像是在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之前，您老也曾经啊，在台湾呢，跟一些人也讲过，不错啊，就是有可能会发生大地震，不错。那后来媒体就群起攻之啊，对。后来地震之后，很多人震醒了，哦，开始重新认识，净空老教授啊，重新认识佛法。那么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在佛门我们知道啊，好像不允许有占卜、预测、对看相、算命，这是不许可的。对。那么社会大众该怎么来看待您对大家的这种提醒也好、警告也好？这个东西要回复到这个根本。根本是教育啊，所以根本呢一定要肯定人性本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善是他学坏了啊，不善呢是习性啊，所以这个你像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孟子讲的性善不是夫子讲的，夫子讲那个是性本善，孟子讲的那个善是习性，习性的善啊，不是本性。本性的善是什么？不是善恶的善，本性没有善恶，善恶是相对的，本性是没有相对的、啊、那也就是说那叫纯净纯善，哎，所以那个才是至善，才是真正的大圆满。那么人要怎么样回归到本性呢？他要不迷啊，他就不会到人间来了。他到人间来的时候，他已经迷了啊，那就必须要教育啊。所以中国人是最懂得教育啊，知道教育的重要，也知道教育的方法，那几千年来受到教育的效果啊，这个是我们不能够疏忽的啊。我们不能说老祖宗一样都不行，老祖宗一样都不行啊，能够把子孙绵延到五千年，今天在世界上还算不错啊，这是这要归功老祖宗的德，不能把老祖宗恩德给忘掉了，那你就大错了，那将来要受大灾难了。那为什么呢？你已经是忘本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桩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这个智慧
相信老祖宗的教诲，你只要是依教奉行，绝对不会有差错。说到对社会大众的这种提醒啊，对，可以说是救苦救难。那有人说他是预测，那我就有一个疑问啊，我给您读一段佛经，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说的，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素殃短命报，对，就是你杀生的话，你的命会很短，没错，会有灾难这一辈子，不错啊。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这个人他要是偷盗，他的果报一定是贫穷苦楚。我就想请教您，这是不是预测呢？这个不是，嗯，这是因果教育。因果教育，对，哎，你种什么样的因，肯定有什么样的果报，啊。这个绝对不是预测，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也就是我常常讲的境随心转，啊，所以你明白这个总的原理原则，你只要存好心，我常常提四好，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啊，行好事，做好人，我讲这四句，这是很多年前提出来的。人只要是守住这四个，你的一生就会很幸福，会很圆满，纵然有很多灾难你遇不到。那社会大众就可以理解了，他们就能理解您多次提醒大众，哎，避免这些灾难实际上是因果教育，对，教育不是预测，不是预测啊。所以你懂得伦理，伦理是什么呢？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啊，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那叫伦理。我们今天的伦理只缩小在人跟人的关系，不晓得人跟这个自然、人跟宇宙的关系都是属于伦理。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懂得怎么样处事待人接物道德。所以中国提出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循着这12个原则，绝不违背，对，社会是和谐的，世界是和谐的，宇宙是和谐的，啊，那么再加上因果，懂得因果，人不敢作恶，啊，为什么呢？作恶有恶报，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所以懂得伦理道德，羞于作恶，耻于作恶，懂得因果呢，不敢作恶。中国5000年的长治久安就靠这个教育的普及，天下太平。那我按照您所说的这个原理和原则呀，能不能做这样一个实验，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学生，那我学习了因果的教育，对，哎，我就可以把它落实在生活中。对，我看到我的爸爸他杀生，我就要告诉他，对，爸爸，素殃短命，对，咱们家就有灾难了，是不是？我看到妈妈占人家便宜，对，我说妈妈，若遇偷盗者，说贫穷苦楚报，对，将来你会很贫困的。对，我这样讲肯定不是预测，因为它是个原理。没错，我能这么做吗？没错，那家里边就吉祥。啊，对，吉祥，那家里面降了之后肯定发达，啊，为什么呢？不偷盗者得大富，不杀生者得大贵，而且得长寿。但是您知道现在的人正好相反，对，啊，这个爸爸或者是儿子告诉这个家长，嗯，啊，到哪里能去这个吃活的好东西，嗯，啊，跟妈妈讲这个能多占一点，嗯。现在股市很厉害，没错。我记得您曾经讲过，股市好像就是赌场一样，没错。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没错。那是占人家便宜的，对，那叫谋财害命，这真的不是假的，占人家便宜，对。果报都是，啊，你细心看吧，你看，那现在金融崩溃不就是果报现前吗？很现实的吗？这种事情的时候，我20多年前在美国我就看出来了，哎，就晓得会有这一天，没想到这么快，它就来了。
哎，在很多人看起来觉得这是暂时的，这点事情恐怕就是一阵风过去就没事了啊，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我可以说是现在严重灾难是在开始，刚刚开始，后面会一年比一年严重。科学家给我们提出的警告说，我们拯救地球的时间只有七年了啊，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个世界会毁灭啊！我相信。您是不是觉得人的道德良心已经没错，已经毁灭了？没错，没错。你我们是什么？看因，看因就知道果。啊，拯救之道从哪里拯救呢？要从人心上拯救。如果我们中国再把老祖宗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找出来的话，它就有效。西方那些国家领导人，他们都在找钱呐，都在想这些办法。那是错误的。啊，我很可惜，就是跟他们是相识啊，但是没有长时间来谈话。啊，而且这些人已经迷在这个里面了，他们迷信科学，认为我们所说的时候是古圣先贤典籍上有的时候，但是你拿不出证据出来。您知道过去他们还迷信经济学家，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在忏悔，在反省 对，他错了啊，对，是他忏悔是小事 那么多人在跳楼 西方 对，是啊，他要背这个因果责任啊，与他有责任的，因为他在鼓励大家啊，对，不错，你害了多少人啊，欺骗了多少人啊。中国人讲这个佛法里面讲生财，生财有大道啊，怎么生财？布施，财布施，愈舍愈多啊。就是送钱是吧？对，不错啊，愈舍愈多啊。那有人就会问您这个问题，啊、老教授 我本来就是想要钱，啊、您让我往外还送钱。对，你送钱是越送，你钱会越多，越多越舍，你可不能留住，留住就是灾难。你看中国人写的钱，那个钱是什么意思？你看到没有？这一边是个金，那边是两把刀。两把刀。啊，你丢掉就没事了。现在简化字变成一把刀。啊、对是、啊。两把刀。啊，对是啊。啊，两把刀就是两个人子打了，多啊。是。啊，那是要命的呀、啊。那一个字就是教育。啊，教育。所以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让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能开智慧。你虽然不知道读什么声音啊，不知道是它意思，你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是全世界找不到这种智慧符号的文字，所以不可以把它丢掉啊。这次大地震，人们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在安徽境内啊，没有震感，地震局没有监测到。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很多人不理解，那为什么在四川地震，这个地震波会跳过安徽去？你像台湾都能有震感。那么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当时正在进行这个700天的中风37天这个法会，但是这是按照现在常识来说，它不符合科学道理。您老是发起人，我们自己也感到很压抑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这叫感应，那就用这个解释，这个是科学他不承认的。可是事实现象确实如此，我们原来提倡的这个护国惜灾法会是因为看到灾难太多啊，所以发起的时候心量也并不大，我们只发起7个期，就是49天。那么发起之后确实有一些很这个异常的现象啊，这个就是用佛家的术语来讲，现在的术语是不同维次空间来的讯息啊，告诉我灾难的时间刚开始，时间太长，我说大概都有多长的时间，就是3年，开始3年，
是你们这个护国习斋法会，这个49天呢是决定做不到的，这个没有对这无济于事的，是不是？那要怎么做法呢？他至少要做700天，像100个期。我就跟这个寺院的方丈啊老和尚来商量这个事情啊，老和尚听了之后大家都同意，所以就决定把49天呢延长到700天啊，希望呢说这个700天的话，同时呢我们也就在讲经的时候向全世界净宗同学要求，希望大家呢无论在哪个地方啊，每一天最好都能把中风30习念的这个仪规呀，就念一遍，功德回向在，等于说这个庐江实际禅寺就是一个中心，通通回向这个中心，这个中心产生力量啊，来帮助啊化解灾难啊，我们是这么做的。哎，没有想到第8天这个地震呢，居然这个地方平安无事，还有很多小的灾难周边都有，就这个地区也没有啊。所以当地的这些居民同学们都感到很欣慰。那看过和谐拯救危机的人呢、啊、听过您老教诲的人呢、啊、他们对一个词印象很深、嗯、叫境随心转。没错，是的，是的，是这个原理，一点都不错啊。因为我们在那边做对当地的人的时候，确实帮助大家，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回心向善啊。特别是汤池小镇的这个推行弟子规的教学产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要是在镇区呢，比如说我们这幢楼里边，比如说我住在我们家在10层，对啊，我们家是心很善，嗯，对哦，我套用这个境随心转的原理，对，楼上楼下可能有灾难，我们家可能会没事吗？对，很难讲。但是这个地方你要懂得，灾难是相同，果报不一样。人心善良的人在灾难当中同时也都死了，遇到这个灾难他上天了，心性不善的人他往下面去了，果报不一样，去向不同。对，去向不同。那念佛的人说在这个他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了，佛来接引他去了啊。善行人士虽然没有意思这个意念到极乐世界，天神接引他去了，这是真的。所以灾难不必害怕啊，去处不一样啊。所以我跟香港同学我答应他的啊，我说9月30这个9月13这个灾难，我肯定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共同来这个承受这个灾难啊。结果他没有。那么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呢，世界各地很多人呢都看到日本出版的一本图书，是巴西的一个预言家预言呢，就是在2008年9月13号将会有一个大的灾难，一个大的海啸，是由于一个这个9.1级的地震引起的。对，当时您老对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学佛人呢有一个祈请，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善心念佛的心啊来化解这个灾难。对，回向在这个地区，回向给这个地区。对，然后把争取让它变成5.1级。对啊，30米的海啸能够减到3尺。那后来社会大众看到不但这个5.1级地震没有，它就没有发生这个地震。不错不错。那么现在这个很多舆论呢它都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有的人呢是更加相信这个心的力量很大。不错。那有的科学家就要问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地方发生地震有没有什么证据啊？啊，也许它原来就没有这么个地震，只是个谣传，或者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感觉，他们有这样的疑问，因为确实没发生。对，
但是这个地震在这个之前一个星期，巴西预言家发了一个，也是一个说明，啊，说明就他的预言里面有五条，他把它删除了，但是没有了。本来他的这个地震说，不是发生在中国，就发生在日本，而日本也没有了，两个地区没有了，啊，那么这本书我收到了，啊，他在日本访问的时候，访问完了之后，书很快就出来了，啊，是中村康隆的学生桥本，他就寄了一本给我，是日语的，啊，日语的，里面有这个很大篇幅啊，来说这桩事情，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有警觉性。他说这桩事情不止这一次，应该在四年前我就听说，他就预测到。那么他说这个灾难这个消除也不是没有原因啊，他曾经说过预测这个日本有这个大地震，灾难很严重，但是确实它是爆发了，可是灾难很小啊。他说这个死亡有几千人，就死亡大概只有120个人啊，规模不大啊。然后他想到去，他说可能是日本神道教的这些信徒日夜为这个灾难做祈祷，他们这个力量太大了，把它化解掉了啊。他有这个，而且他现在说这个话，这次说几个取消的这个几个了，他说可能延后，他还有这一句话在留在后头。那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相信啊，还是继续不断再造恶业，可能他还会出现。就这位预言家他很早就发现有这么一个大灾难。对对对，不错。但是我们确实在网上也发现，嗯，啊，他在9月13号之前啊突然宣布说这个灾难没有了啊。没有，取消了，取消了5个，全世界的这个9.1级大地震是其中一个。哎，对，其中是一个，不错。那么有人就推测说，这个跟这个护国惜灾法会，就您老人家发起的这个，应该是有关系，有最直接的关系。特别为这个事情啊，要求全世界尽忠同学啊，我们集中心力啊，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啊，认真努力念佛，回向给这个地区。好像在国内就有三个地方，是吧？啊，一个是东天目山，对，浙江省，还有一个是山东海岛，海岛金山寺，是，还有一个是安徽庐江，啊，对对对，在台湾也响应，啊，还台湾，台湾上国林的时候要做700天的佛七，也是700天，啊，对对对，不错不错，这四个地方力量就这么大，对，不错不错啊，所以你就晓得说，真的佛讲的境随心转了，如果真的能够把儒释道，讲不说多，也不要说太广。不要说太深，最基本的儒家的弟子规，道教的太上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道经，这三样东西都是分量很小，普及到全民，中国就变成极乐世界，什么灾难都没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庐江汤池做这个实验就证明了，还是境随心转的道理。心转，您知道我在香港我有个体会啊，还是我刚才节目开场的时候讲的那个话，我们中国传统教育是很厚道的，对啊，叫家里教训一个孩子也要讲说你要知道好歹，对，这么大的灾难没有了，嗯，但是很多人他说他不是知道好歹的心，感恩的心，嗯，他反而说什么呢，那是封建迷信，嗯，你们不要相信他们，嗯，实际上这四个地方这些学佛的人是在用善心在救大家， 对， 对，而大家还有很多人反过来说这些话，不知道感恩。我们现在做任何的好事也不要求着别人感恩我们在做，那就错了啊。为什么呢？他们今天这种疑惑是应该的啊，是应该有的。为什么应该有呢？中国传统教育已经丢掉100年了，
不但他不知道，他父母不知道，他祖父母也不知道，他曾祖父母也不知道，你怎么能怪他呢？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所以今天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说，那是非常非常的艰苦，没有人尊敬你啊，你帮助他的时候他不会感激你，甚至他还侮辱你啊，都得要承受啊。要不要做呢？还是继续要做啊。他到什么时候知道呢？有一天他会知道，肯定他会知道，他会明白，他才知道我错了。我记得您原来曾经讲过，你有一天明白的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后悔来不及了。那如果人类是在后悔的那一天明白了啊，那不是太悲惨了吗？是很悲惨。他要承受这个业力的果报啊，他要承受啊。但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过去我的老师就教过我：我们学佛是跪在老师面前，向老师请教啊，求法了。老师说，你们将来传法的时候，你们跪到人家面前佛法送给人，人家还未必要你的啊。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们今天这个环境就是如此啊。现在已经告诉我们了，而且告诉我啊，我的时候跟那学讲经，跟李老师讲经，老师就告诉我，你讲的不好还可以，如果你讲的很好的话，你一生走投无路。这命局不都是说注定了吗？啊，所以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住过三个月的。为什么呢？啊，同行相忌，不容你啊。贪嗔痴慢的嗔不就是、啊、不错，已经就是到了几乎到饱和点了啊。嗔不就是嫉妒吗？啊，对，是的。那学佛的人应该是那不是戒掉。那学佛他不是真学佛，真学佛的人当然欢喜啊。所以你像我这一生当中，你看学佛寺庙不受人过啊，没地方住啊，到处流浪，都是信徒照顾啊，但是在一个地方不能就住，住一个月大家欢迎你，住三个月就讨厌你，住六个月肯定赶你走。那他学佛，他不知道他在造恶业吗？像哎，他难呐、啊，太难太难了、啊。哎，这个传统文化跟这个佛法的时候，这博大精深呢、啊，不是那么容易。他整个人呢、啊，他受社会的这个影响太大了，所以今天外面环境不好，里面有贪嗔痴慢。外面有名闻利养，你有几个人有这么大的定功，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这就少了啊。听到是很好，但是名利还是放不下。在这次地震的时候，我了解到您是在这个法会上号召大家第一时间就往灾区捐款啊。对，哎，对，那么然后继续念佛。对，所以有人就会提这个问题，往灾区捐款捐物，这难道还不如念佛的力量大吗？念佛的力量啊，对，念佛的力量是一般人看不到的。这个去赈灾这是大家看得到的啊，看得到看不到我们都要做啊。我在这个之前在北京，我那时就从这个新疆回来，我陪同马来西亚这个宗教访问团啊，到新疆去访问。回来之后我就回到庐江，我特地选择坐车，我没坐飞机啊，我坐车啊。坐车的时候，我们出发的时候绕三环，北京三环绕一圈啊，一刚好一个小时，我们在那念佛诵经不中断，把这回向给首都啊。从这里一直下来是一共十五个小时，我们都是念佛，佛号不中断，希望这个功德回向这个大地啊。这是我们在做这个护国卸载法会啊。我说我们的车就是道场
辛苦不要害怕啊，这个很多人怕我身体受不了，我说这有三宝加持，佛菩萨照顾啊，护法神照顾，绝对没有事情啊。所以我设五个小时的车程，身体还行，还没有问题，就是心的这个力量、啊、不错，不可思议。不错，我们希望这个大地的时候不要出现严重灾难啊，根本的就是教育。如果我们真的能把儒释道三个根扎下去，这世界问题解决了。刚才您提到就是这个巴西预言家讲有可能推迟了这个灾难，对啊，刚才您老讲到这个巴西预言家确实讲，他说这个灾难有可能是延后推迟了，对，怎么能彻底消除它？我们只要能相信老祖宗的教诲，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灾难就永远没有了。因为灾难是不善的心行所感召的，我们从心里面把它转过来就没有了，这才叫彻底消灾灭难。您是说一切的灾难都是这个心造成的？都是心造成的。所以佛家讲一切为心造啊，我们最近这几天讲华严经也全是讲这个问题。那么具体落实在生活当中或者社会当中，怎么才能彻底的消除呢？就是您说的相信老祖宗的教育，对，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起心动念，替别人想，不要替自己想啊。所以我讲经这么多年，在三四十年前，我就提出劝勉同学们，我说我们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五欲六尘，要放下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这是我们不能够入佛的障碍。这十六个字放下了，你就能入门。那入门有没有进去呢？没进去。我常讲了，只是带你到门口啊，带你到门口啊，在一步跨进去，那跨进去这一步的时候，是要你自己功夫再向上提升，要把什么在佛法里面讲的见思烦恼里头的见烦恼啊，就是身见，执着这个身。那《金刚经》上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才能入门。你还自己还执着这个是身呢，你就入不了门啊。入门那就是圣人了，就转凡成圣了。你不能入门的话，你还是凡夫，也就是说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只要知道身不是我啊，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衣服是我所有的。所以衣服有生命，身有生命，灵性不生不灭。你要肯定灵性是自己，不是灵魂，灵魂还不是自己啊，灵性比灵魂还要高一级啊。现在外国人有许多人相信啊，身不是自己，灵魂是自己，他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灵性是自己，灵魂不是，魂是迷啊，性是觉啊，啊觉迷不一样啊啊。所以六道是迷惑才形成的，觉悟哪来的有六道啊？我们在佛法中还看到另一个原理原则，就是共业当中有别业，对，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灾难，对，哎，但是唯独呢某几个个别的人他可以免除，对，您能教导一下大家这个方法吗？这一些别业的啊，都是善人，善人都是心善，都心善，而且有很多的里头有一部分是累积的善，过去生中修的善，他有善因啊，决定是善。
他善与善有感应啊。那念佛的时候就更不必说了，那个效果是非常明显，就是这一世再加上学佛，那善就更大。不错不错不错。就是别人有这种灾难，我可能对对对，我们家人就幸免于难。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嗯，很多人真的是因为他刚刚接触啊，他会半信半疑，这是真的吗？真的能让我们没灾难吗？因为很多灾难，尤其地震之后，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对。两类人，第一类是什么呢？看来钱不管用。这个灾难一来，我是说没了就没了。不错，所以他呢，这类人是什么心态呢？我能多吃喝玩乐，我就赶紧享受啊，要不然说死就死啊。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他发现呢，钱不管用，我还要找一个更好的方法，能让我们家人活下去，将来碰到灾难没事。对这两类人，您都有什么样的教导呢？这个中国，我们祖传的教诲就是叫你保平安的，就是叫你化解灾难啊！你只要能信，所以信心决定一切。你看山西小院为什么他这个病能够复原呢？没别的，信心啊。这个事情我过记得，我在20多年前在美国有一次感冒啊，我就看个医生，医生也是中国人，啊，我跟他谈的很有缘。我告诉这个医生，我说病人病好的不是你医生治好的，他很奇怪，他怎么不是治好的呢？我说真的不是治好的，你给他治病是个缘，真正的因呢是信心。这个病人对你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对你的处方药物有信心。药到病除，如果这个病人对你怀疑，对你这个药有怀疑，那个药吃的时候不会产生作用。他听着觉得有道理啊，他也承认啊，他承认有道理，这确实有道理。嗯啊，就是以医生的时候对病人没有信心，你治不好他的病；信心对医生没有信心，也治不好病。那您说到最后还是心，没错啊，谁把你治好的？你自己治好的。像山西小院长非常明显的例子啊，在佛法里面信心决定一切。那您说善心不可思议啊？啊，对，信心也不可思议。哎，不可思议。哎，善心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啊，你能够断恶修善，什么灾难都没有。那这些经济风暴也没问题啊？也没问题。啊，因为什么？经济风暴是个假的，它不是真的。那什么是真的呢？啊，真的，真的是你的修积积功累德是真的。啊，你说我们的祖宗佛陀教给我们怎么发财呀？啊，这是最初我刚刚入佛门的时候，26岁，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因为他看到我什么？他们这些老人都看相啊，张家大师大我39岁啊，祖父辈的了啊，我那个时候26岁啊，他65岁啊，啊，祖父辈他很喜欢我的，啊，那么看到我呢，命很苦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母亲过去给我算过命啊，命里头啊没有财库啊，就财库空空的，没有财库啊。这个，你就没有一生没有钱的，啊，命里头没有官印，就是无论干什么，你都做不能做领导人，啊，就是个村长也没份，啊，你只能说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做不了主官，啊，在命里头没有官印，而且短命，啊，算我的寿命的时候只有45岁，我相信啊。啊，我相信这个寿命只有45岁，是我家里已经三代了。我的祖父45岁死的，我的伯父45岁死的，我的父亲45岁死的，所以我说我那时候想可能是遗传的关系。啊，所以我对这个完全相信。
张家大师教给我改造命运的方法。啊，这个命里都没有财库吗？就叫我，你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没送过钱往外。对对对，没有布施给人嘛，布施舍给人嘛，所以你这一生没有果报，没有财富的果报，叫我修。我那时候真生活很困难，哪有钱？自己过日子的都问题都成问题了，啊，哪有钱来布施？张家大师告诉我，一毛钱有没有？一毛钱，一块有没有？一块也勉强。你就从一块一毛开始。啊，那怎么布施呢？那时候因为刚刚学佛嘛，就有的时候到寺庙去，看到寺庙有放生的，拿到本子来捐钱。哎，我就捐个一毛两毛。哎，看到有的时候这个布施医药的，啊，贫穷人生病没有医药，凑一点医药费给他，那我就送个一块五毛，就从这儿做起。哎，以后真的越施越多。你看现在这真做梦都想不到啊，我能够布施一万套大藏经啊。每一套这哪里能想到的？每一套是两千多册吧？大藏经没有，大藏经一套的时候是一百二十册。一百二十册。对，一百二十多万册。啊，对，就是这样啊，那谁想不到的事情啊。您给这个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一次捐款就三千多万，对，是啊，很多人奇怪，啊，对，是啊，这老人家哪来这么多钱？啊，这我的钱不晓得从哪来的，来了就布施掉，需要就有吗？啊，对，需要就有，真的是要多少就有多少，他也不会多给你，也不会少给你，啊，所以我就有了信心了，越施越多，越多越施，你可不要留，积财伤道。财不可以急啊，像水一样，水要让它做活水流动的，你堵到不流它就变成死水，死水将来变成臭水沟，那就错了。所以有财你看需要用的地方就尽管要让它用。那您知道现在经济学家讲要储存这个外汇储备啊，要把钱大量的存起来，存到最后美金变成一文不值，全丢掉了。你为什么不拿这个钱的时候去救济这些苦难人的时候，那叫布施恩惠啊，那你那个钱才永远存在。其实这个中国古人早就教我们了，多、啊、多藏、啊、多藏必厚黄啊，对，是啊。但是经济学家说那个多藏会，今天这个经济学家就是多藏厚黄啊，总有一天美金变成废纸，一文不值啊，为什么呢？美金今天存在在全世界靠什么？靠大家对他相信信心。他有没有实际东西啊？哦，拼命在印，拼命在印，因为大家相信他，就那个信心。这个信心也产生危机，那么他一文不值。他没后头没有东西啊。美国这个，我住在美国的时候，美国已经花到第四代了，把子孙后代、啊、对对对，已经花到第四代了。这怎么得了啊？我们中国人是省吃俭用，留一点给子孙呢、啊，他把子孙都花光了，那不是缺德吗？是用中国话讲，是缺德。所以那天不能住啊！我在那里住了几年，了解，我都劝中国人呢，赶紧回国啊！我一帮啊，对，是啊，啊，我一帮不入啊，就这样。他就问我，他说：“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说：“我跟你们不一样啊！啊，我说我到这儿来，我就是想回老家。”回老家为什么到美国了？是从美国架个桥回去。哦。啊，为什么呢？那中国人相信外国吗？那我从外国回来的时候，他们对我就相信了。如果我没有到外国去，他对我就不相信了。这是方便。对呀、啊，所以我来是架桥回国的。啊、哦，目的地还是在老家。对，不错不错。我不是来到美国来定居的，我没这个意思。您架这个桥在美国待了十？啊，待十几年，我是。跟美国布施接发源呢、啊，接缘。要从美国跟加拿大，啊，每一个城市，我是这那住在那边，每一年的时候一定都要就转一圈，十几个城市。实际上，多藏厚往也是个原理，对，那是真理，绝对不可以。啊，你有法，法要布施，法不布施的时候，那就更缺德。
啊，那确确实实，你有好东西，你比如说你是医生大夫，你有秘方，对，你不传人，你就短命。这个在中国五伦八德里边呢，这个先人，比如做父母的，一定是爱子女的，对，这是正常的人伦，不错。如果做父母的把孙子的钱、重孙子的钱都花光了，破坏人伦，这是不道德。在中国不可能有这种现象，啊，所以外国他没有伦理道德的这个教育，啊，外国人在过去还不错，相信上帝，现在科学技术也发达了，人登陆月球了，到太空就外星探险了，大家对上帝不相信了，那人是上帝了，哎，对，不是，他是上帝已经死亡了，对，没有上帝了，啊，所以在我住在美国的期间的时候。美国许许多多的教堂插牌子在卖，那为什么呢？没有信徒了，大家不去了，啊，他就卖这个产业了。大家对这些善的教育啊，世界各地啊，都不再相信，没有信心了。对，没信心。他对钱有信心了。对，不错。哎，所以这一次经济危机让他反省一下，钱也不是真的。而且有巨大的灾难啊！对，一天之后，你亿万财产一夜之后可能变成穷光蛋一个。钱不是真的啊！什么是真的？你德行是真的，你真有德行，无论在哪个灾难，你到哪里去都有人爱护你，都有人照顾你，你一点都不操心。您老人家是亲政啊？这是啊，啊，一分钱都没有，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照顾，啊，都有人供养，哦，我也不要多，啊，我只接受，这佛教我们四世供养，穿的衣服、饮食，啊，卧居就是接待着住的这个地方，钱不要，啊，所以任何地方供养我的钱，啊，这个红包，我一定是原封不动交给他们常住。啊，赠送给他们道场。在中国过去啊，每到大灾难的时候呢，高僧大德们都会发起护国息灾法会。对，比如说像抗战的时候，不错啊，印光大师发起来护国息灾法会。对，那么这些护国这个上面呢，护国息灾法会上呢，这些大德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大众们呢不要吃肉。您这次讲的也是这个话，对，为什么？因为吃肉是杀生，这个杀生的时候啊，这些畜生他不是甘心情愿送给你吃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杀他吃他的肉，他有怨恨啊，这个怨恨就是你的灾难。为什么呢？儒道佛都讲，你吃他半斤，你将来还他八两。佛经里面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现在这个道理，外国人相信了。外国人说，从催眠里面知道，人有来世，有过去世，有未来世，人会转变成畜生，畜生又会转变成人。这样子。互相的残杀，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呢，我们为什么不断掉？我们素食比肉食健康啊！我吃了57年了，啊，我从26岁学佛，大概是半年，我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看到报应。这个报应是什么？我的父亲，我父亲在抗战期间生活非常艰苦，但是我们家里天天都有野味吃，有肉吃，打猎呀、啊，啊，出去打猎、啊，早晨起得很早，啊，带着枪出去打猎，啊，我们小的时候跟着父亲一起啊，啊，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枪法就练得很好啊。天天打嘛，
我父亲死的时候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一样，那时候不学佛啊，他是疯狂啊，病得很重，疯狂，人很自我，力气很大，看到水就往水里钻，看到山就往山上跑，几个人控制不了他。地藏经上讲的一点都没错，所以我一想到这桩事情，看到我父亲死的那个样子，我完全相信了，从此以后不杀生，我就改成素食啊，很快就改成素食。而且的时候我这个一点点小钱呢，在放生上用的最多，只要有人提倡放生，我一定会参加啊。为什么呢？忏悔啊。所以我的时候是短命报的时候，我自己相信我打三年猎了，跟着父亲一起啊。哎，但是您老过年就83岁了啊。对，是啊，这个命改了。对对，改了，是啊。啊，这个改的时候好像我在大概在50岁左右的时候啊，我遇到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甘珠和夫啊，青海人啊，他大我10几岁啊，将近20岁的样子啊。有一天碰到在一起，哎，他就告诉我，哎，他说净空法师，我们在背后常常谈你啊。我谈什么？谈你这个人啊，很聪明，可惜呢没有福报，又短命。我这个没问题，当面讲，我完全承认啊，我不会以见怪。他说你这些年来这个讲经弘法功德很大了，你的命转变了，不但你有大福报啊，你有很长的寿命。第二年甘珠就过世了。这个善心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这你转变了啊。张家大师跟我说，不为自己，只为众生。你活在这个世间两个目的，为苦难众生，为正法救助啊。他告诉我，你只要确定这个方向目标，你的一生佛菩萨照顾。我就听很开心，佛菩萨照顾，那我就什么都不愁了，什么也就不想了，佛菩萨照顾嘛。好像您一生到现在没有生过病。对，太让人羡慕了，这个不生病是。对，是啊。所以这有个道理啊，你的心清净，里面有贪嗔痴，里面没有贪嗔痴就是没有三毒，外面虽然有细菌的时候，你不容易感染啊。而且慈悲是能够化解毒的，就不要用药物，慈悲心解毒啊。你真干呐、啊！所以这是好东西太多了，祖宗，你不要嘛，你就相信人家那些靠不住的，那你就错了啊。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很值得人玩味，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在过去我们确实听到过那个预言啊，就是巴西预言家讲的，9月13号会有一个大的这个海啸，没有发生，非常巧合，也是在那个时候那一天，美国发生了经济海啸，金融海啸，这个报纸上我们都看到这个大标题出来了，叫海啸杀人。有人就提这个问题，这是巧合吗？在佛法里，甚至在美国预言家的口里头，我们住在美国的时候，美国有个凯西，很多人知道这个人，他是在2次大战时候过世的，所以距离我们不算太远。那么这个预言家的时候，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力。那我们仔细去观察呢，他不是他自己能力，他是有个灵媒附身啊，帮助他。这个灵媒跟他有缘，而且是非常善的灵媒啊。那他知道很多东西。你说这个有人要赌博，问他彩票，他就不输啊。所以他不帮助人造恶，哎，但他帮助人治病，帮助人解决问题啊。那么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
任何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的遭遇，没有一桩事情是没有前因的，就是偶然发生的，是不可能的。这个说法跟东方的这些圣人佛菩萨的说法完全相同啊，这就是我们中国谚语所说的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所以一生遭遇是一生自己啊，这个业力啊现前的，但是这个业力啊可以改啊。那最明显的众所周知的圆谎袁了凡先生，你看他遇到云谷禅师啊，云谷禅师教导他一套改造命运的方法，他一教奉行，真的改了啊，收入增加了啊，明显的增加了。没有功名，没有功名就是没有这个现在讲的是学位啊，他的命只到秀才，没有举人的命，没有进士的命啊，这是现在都讲的学位了啊，命里头没有，命里头没有儿子，而且寿命只有53岁啊，这个官职做到一个小小的县长，四川一个很小的小县份啊。那么他从接受云谷禅师之后啊，真的认真的断卧修禅啊，每一天反省自己有些过失啊，一条一条记下来啊，天天改过，天天自省啊，布施积功累德，他就求功名，真求到了啊，他考中了举人，考中了进士啊，没有儿子，他求儿子，哎，生了一个好儿子，到现在这是传宗接代，他家里还挺兴旺的啊，这个他的后人跟我有联系哦，对对，住在这个浙江啊，靠近杭州，他的老家那边，那坟墓都还在，嗯，那么这个有了儿子，而且官呢做到是保底之衔，这个位置就高了，保底是直接归皇帝的，就等于现在讲直辖市，是啊，这个市长啊，寿命呢，他本来是53岁，他活到74岁走的，延寿21年，这都是修的啊，所以他把他自己一生的这个经历写成4篇文章呢，给他的儿子做参考。命运是可以改造的，福是自己可以求得到的啊，所以佛事门中啊，有求必应呐。哎，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他说有的时候你求不应，那什么原因呢？那是你有业障，障碍住了。如果你把业障消除，感应就现前。那业障怎么消除呢？老师告诉我，忏悔。怎么忏悔法呢？后不再造，那叫真忏悔。你知道做错了，不再做重复的这个错事，叫真忏悔，就是儒家讲的不贰过啊，颜回是标准，夫子最赞叹的颜回不贰过。那么说到刚才我们向您请教的那个金融危机的那个问题啊，对，同样真的是在9月13号，对，真的发生了一个大灾难，对，在美国爆发，席卷全世界，不错，大的海啸，不错。他有人就问，9月13号真的有这个灾难，这是巧合吗？巧合，你说用凯西的话说，没有巧合；用佛法讲，也没有巧合，也没巧合。业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要爆发。这个爆发是刚刚开始，不是结束。打个比方，就像划火柴一样，对，温度到了之后就会燃烧， 对就会燃烧，这是科学的原理，没错。像您刚才所讲的，那个结束到了之后，对，必然会爆发，不错，这也是科学，对对，就是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对，就质变，对。所以化解之道是要从人心
不从人心是没有办法真正化解问题啊。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啊，这个是现象，是你的不善的心行变现出来的。你能够把不善的心行放下，认真努力去断恶修善，问题才能化解。在32年前呢，1976年的7月28号3:43，在唐山呢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一夜之间呢有24万生灵啊，遇难。那么我呢也是那次大灾难当中的幸存者，是被人从废墟里救出来的。那么现在呢，又过去这么多年，今年呢，我又看到了这个四川的汶川大地震。那么在这儿呢，我很想啊，替过去和现在这些遇难的同胞们，向您老请教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灾难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个是在佛法讲共业所感啊，这个共业是不善的共业，是很可怕，但是不能避免。为什么不能避免？我们传统的那种好的伦理道德都疏忽了啊，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在提倡啊。可以说满清亡了之后，中国灾难就来了，最先军阀割据啊，接着日本人侵略中国啊，那个8年把我们中国传统的社会呀，整个打乱了啊。所以过去那种善良的风俗啊，伦理道德的教学逐渐的淹没了，到现在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再提起了。这个是真正可怕的一个因素啊，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过去也常常讲到很多啊，不止一次啊，维系中国5000年的长治久安，就是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没不佩服的啊。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好的成就啊？政权成立之后啊，至少有100年到150年的安定的社会，这在外国找不到的啊，但在中国常见的。但是这是什么原因？没有别的，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普及啊。你不能说它是迷信，如果你说它是迷信，好，那些帝王很聪明，利用迷信达到天下太平，搞明啊啊。他靠什么呢？三样东西，一个是祠堂是伦理，一个是孔庙讲道德仁义道德，一个是城隍庙叫因果报应，就这三样东西普及到全民啊。所以老百姓都很乖啊。为什么呢？知道伦理道德的教育，不会做，不愿意做，做过什么丢人，对不起祖宗啊，对不起长辈，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太可怜，这些不敢做坏事。第二个，懂得因果教育，善有善报，恶有恶，不敢做坏事，所以才有能长治久安呐。啊，那么现在中国把这个教育丢掉了，不要了，人心没有皈依了，学外国人都向利上去看，都向竞争看，中国就完了啊。外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你看他怎么兴，他怎么亡啊，我们走他这个路子吗？其实外国走投无路了，到东方那都找中国东西，那到一找印度的东西，这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的啊。所以汤恩比讲的话是没错啊。我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啊，在伦敦大学，在剑桥大学给他们也上了2堂课啊，我就讲了，这话是你们
汤恩比博士说的，这不是我说的。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这样说起来，这些灾难呢？所有这些灾难，其实它的因，都是因为心，没人心都变坏了。不错，人心变坏了，它的原因又是没有教育，没教育，传统的这些规律的，对因果的教育没有了，对圣贤教育没有了，造成的这些灾难。对，但是现在科学家们他们认为地震呢是地壳的变动而造成的，一切他们的这个看法呢，科学家的看法就是说，这些灾难是第一个没法预测的，第二是没法避免的。科学发展到极处，就是世界毁灭。科学家也知道，五万年前，这个大西洋那边是一块陆地，亚特兰蒂斯。那个时候科学发展的时候，可能比我们现在还要超出。啊，因为他们使用的能源是从太空来的，没有燃物，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飞机、汽车行走的时候没有声音，啊，没有噪音，啊，所以它比现在进步，啊，由于人不相信伦理道德，不相信呢有上帝，所以整个陆地沉到海底。那么在外面这个一般预测呢，我们在美国看到一幅地图，啊，就是未来的世界，也是这个现在很多这个最精华的地方，通通在海底。我们看到那个地图上有很多国家最后淹没的只剩一两个城市，没有了，还有的就彻底没有了，没有了。像欧洲很多都没有了。那么这种事情的发生不是有预兆的，突然下生这个变成这个样子，突然发生，对，很恐怖。预兆什么？现在的一切的这个现象就是预兆，你还不解救，那就没法子了。你看现在这个冰山，啊，这个高山的积雪，融化的速度那么快，高山积雪的这个雪没有了，长江、黄河这些大的这个河流就断流了，水源没有了。你说这个河流是养多少人？如果一旦没有水了怎么办？啊，南北极的这个冰融化掉之后，海水科学家估计至少上升6米，沿海的大都市全部都被淹没了。啊，这个是科学家他也不回避了，对，老老实实都说出来。那么这个时间多久呢？从前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预计是2100年。我在离开美国到新加坡的时候，这个科学家又说了，提前了，大概2050年。啊，这就很近了。啊，那么现在的时候，这几年听说的时候呢，大概你觉得？那个巴西预言家讲啊，2034年，啊，2043年吧，43年，那距离现在就30年的样子，啊，越来越近了。还有人提出的时候不出10年，啊，我还听说有人说大概就是7年，从现在起，啊，对，对，哎，啊，我听到这些讯息。那时候我住在澳洲，我就到纽西兰去一趟。啊，纽西兰最南面，库克山，啊，那上面是个冰湖，啊，靠近南极了，啊，我就到那儿去看。哦，您老亲自去看？我就看，我们坐直升飞机，飞到这个山顶，降下来，在这个冰川上，我下飞机，我手往地下山一摸。我吓一跳，啊，为什么呢？手全是湿的，这是啊，不应该有这个现象的。因为我在20多年前在美国到加拿大，我去玩过冰湖，啊，那是北极，
那个冰河，我们手上抓的这个血块是冰凉的，洒在这个地上，手上没有水。哦，啊，这是正常的现象。现在怎么还没有抓它？一碰的时候，手上全是水似的。我说这个不得了，啊，我说他们家十年呢，我跟大家陪我上去的人玩的人，我说我的看法，顶多七年。就会都融化掉，对，都融化掉了，然后就会出现那些水灾。啊、对对对，是啊。那跟科学家说的完全相符、啊。对对是啊，所以我亲自去看那个现象啊。那现在太可怕了。那现在还是这个问题啊，科学家找不出答案来，他们只会警告啊。对。然后政要，各国政要现在也想办法，啊、联合国也在警告。对，是啊。那方法？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讲，希望大家不要发脾气啊。哦，你发一次脾气，就是温度提上一点，你就在制造温度提高。哎，那我现在打个比方，啊，有人他就不服这个呀、啊，不服气啊。我现在人在香港，我发脾气跟南极的冰不跟你这一发脾气跟全世界的有关系。那这在佛经里面讲得清楚了，我们的意念动一个念头，这个意念的速度是没有办法比拟。光不能比，电磁波不能比，啊，光波电磁波的时候，一秒钟30万公里，啊，宇宙这么大，啊，用这个速度要去量宇宙的话，量不尽呐，啊，可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意念，这个念的心的波，这个波一起，变法界虚空界就完了。同时的吗？同时。我这儿一发脾气啊，对，不错，变法界虚空界就震动了。比如说我发脾气，那这个温度，全球的温度啊，对，就会增加。啊、不错，不错，哎、不错，我往这里边也增加了、这个啊。对对对对、这个，你也去加了一份进去了、哎。大家都发脾气就热了。啊，对对是啊，你说现在发脾气人多少？嗯，是吧？哎、啊，古时候人少啊，古时候有修养啊，教育的结果。对呀、啊，这就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的时候这个气候能够正常维系那么多年，现在这不到半个世纪，为什么突然产生这个变化？你就想到，哎，半个世纪发脾气的人多少，现在发脾气的人多少？啊，从前那个时候贪嗔痴多少这个度数，现在贪嗔痴增长多少度数？你从这儿去看。我们看那些报道，发现很多灾难呢。很多都是百年不遇的啊，对。还有这次地震，有的报道讲是3000年一遇的，对。那么能不能说，这些很多很多年不会发生的灾难，现在密集的发生，对，说明现在人的心呢，没错，越来越到对抵触了，对对，最低的那个地方了，不错不错。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别的啊，所以我这些年来。啊，参加这些国际会议，我就是鼓励每一个宗教团体要讲经啊。讲经？对呀，你那个经典都是劝人为善的。讲各自的经典？对呀，啊，但是现在宗教是都讲形式，啊，把这个经典的学习啊都收获了。那您说真正的？教育是不是应该落到实处啊？讲完了之后，讲完之后落到生活上，我真正享受到了啊，那个真是，那真正是是幸福美满的人生呐、啊。所以我这一生很感激我的方老师啊，他要不把这个介绍给我，我永远不会碰到，不会接触啊。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东西？啊，他介绍我的时候，我跟他学哲学。啊，他那个时候完全是从哲学的这个观点来讲佛学，他讲佛经哲学。啊，佛经他肯定，他说释迦牟尼是大哲学家，是圣哲。啊，他这个经典是全世界哲学里头最精华的东西，最高的东西。所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跟他这么讲的，那要是做不到，也享受不到。那是你一定要学了之后，你要理解，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你就享受到了。
就是简单的说，先能避免灾难才有可能。你同一个，你这个，我们中国人常讲啊，这个欢喜啊，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每一天生活在欢喜里头，啊，佛家讲法喜充满，那是不快乐，那真快乐。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欢喜从内心里头往外冒。它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从内到外面的这种欢喜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外面这种种娱乐的，我常常比喻的，那是什么？那是打吗啡，那是吸毒，那是刺激，那不是真正欢喜。还会有灾难？哎呦，这都不错嘛，要乐极生悲嘛。啊，你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时候，永远不会有悲哀。因为在您看起来，那些娱乐都是违背性德、违背原理的，是吧？对。那么现在就有人要请教您这个四个问题哈。头一个就是现在世界各地啊，这个灾难非常多。水灾、火灾。对。还有呢，就是风灾和地震非常多。对。科学家解释啊，就是这是自然现象。不可以预测，也不可以预防。对。那么首先请教您，这能不能预防，能不能避免？能预防，能避免。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没灾难？为什么华藏世界没灾难？啊，这四种灾难，佛在经上讲，贪嗔痴慢，就这四种原因造成的。啊，贪是水灾，贪婪。啊，这造成水灾，啊，嗔恚火灾，火山爆发，温度上升，这都属于嗔恚。啊，愚痴是风灾，傲慢是地震。啊，傲慢不平啊，地震。人只要把贪嗔痴慢断掉，这个灾害就没有。这真正从根本上把它断掉的，我啊说，我一个人，我断掉了，我不受这四种灾。四种灾虽然来的时候，我不会受。为什么呢？我没有，这就是不发生感应，有别业啊，就不发生感应。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有灾难我不怕了，哪有灾难我到哪里去了？哎，他这次这个安徽没有震感呢，啊，庐江那个地方没有震感，对，就是一种证明。对，那是个证明，那就是这一个地区的人，他已经在改善、修缮了。他不受这个啊，对，不错，不错。啊，所以要多做，然后大家慢慢就相信了。谁做谁受用？对，谁做谁受用？一个人做，一个人受用；一家人做，一家人受用。啊，一个地区人做的时候，这个地区人受用，这个家庭他就吉祥了啊。对，吉祥啊，前提是得有信心啊。对，有信心。假如说，因为我知道美国也有水灾啊，他的这个防灾部的部长，如果我去采访他，他是按照他们都那是最高级科学的代表，他们是有这个先进的技术。没错。我告诉给他这个方法，他肯定会说：“这是谁给你讲的？”啊，对，不错。我能不能把他带到庐江汤池镇去参观？没错，就是来看那儿有一个不错科学结果来看。哎，你看看这个地方没有灾难，你看看这人没有恶念啊，人没有贪欲。啊，你像庐江现在的居民，很多都回去了，在外面打工，就是一个月可以赚1000多块钱，回到家乡去，一个月只能赚500块钱，他愿意回去，为什么？家乡温暖。那么很多人现在都越来越深地认识到啊，佛法实际上是一种最高级的科学。对，很多成分呢，不错，人类现有的知识啊、认识啊，还有能力啊，现在还达不到。对。有一些呢，比如说一些深刻的道理啊，还不能一下理解。你比如说，人贪心怎么会感召来水灾呢？不错，不错。那我所了解到的，不知道您看这个是对不对？有的人他看到这个佛经上就讲，哎，比如说人他贪吃，他会有口水生出来。没错。
这他要是经上讲的啊，他要是看到亲爱的人离开啊，他会掉眼泪，对，他就会有这个水象出现。那您能不能详细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人贪心会有水灾来呢？这是感应，感应。你看人一发脾气，脸上就红，温度就上升，啊，这火上升了。啊，愚痴就糊涂啊，这就造成风灾呀、啊。所以这个风灾到了极限就沙尘暴啊。对，我们发现这个，对对对，这已经糊涂到极处，这个风都浑浊到最极处了。对，啊，所以说你细细去研究这个佛的教诲，你认真去做，你就会有感应。啊，那明白这个道理呢，那就必须得放下。所以这是佛法。跟科学完全相反的一种学习方法啊，学佛这个科学就是我们老子所说的为学，要日益，要天天要往上提升。那佛法是叫道学，为道呢要日损，天天要放下啊，到最后连放下也放下了，你就成功了。是什么？回归到原点，自信。自信是圆满的啊，人怎样才能明心见性，下才能见性明心，天天学习不行，得真放下，在生活中放下。对，不错不错不错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放下执着啊，对于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就成正觉，你就证阿罗汉果啊。如果再进一步把分别也放下啊，一切法不再分别了，你就是菩萨，你就正等正觉。最高的那一层呢，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起心动念没有了，你回归到自性，那叫佛陀，那叫无上正等正觉，与学不学没关系。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榜样是学。他学了12年，19岁离开家出去求学，啊，30岁成道，学了12年。那怎么成道的呢？是把他所学的东西全部放下，他才成道。所学的东西要不放下了，就变成所智障。您现在治不了心。您现在这些话是不是？一定我要提醒科学家来留心听啊！啊，对，是啊。经济学家留心听。啊、对对是、啊，得放下。啊，放下之后，全都明白了。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全搞清楚了。啊，那么在哲学科学，你就达到圆满境界了。就像您刚开始所讲，人要是有傲慢心，对，啊，有这样的心，他去读这些圣贤的经典，看不懂，看不懂。哎，因为他这个障碍障住了。他讲的再清楚，他没有法子体会。他认为他懂了，他有学位，对对对，他是专家，对，其实也没懂，没懂。那有什么表现呢？啊，表现的时候，你从很明显的谦虚是第一个表现。哦。哎，中国古人讲的，学问深时啊，意气品。就是这个大科学家，如果他还傲慢，那就是夫子所说的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实教且令啊，其余则不足观。假的，不是真的。但是您知道，现在的这些专家学者、大科学家，第一个看不起的，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啊。对，没错啊。西方的圣贤也不相信，是，所以他要遭灾难。啊，他在制造灾难，他要承受灾难。啊，我们看得很清楚。您知道这些专家学者编的这个现代汉语词典，我们是看这个书学习过来长大的。1069页，我查了一下，有一个词叫人定胜天。对，它上面的解释是这样的。就是说什么是人定胜天呢？学生都要查这个。它的解释是人力能够战胜自然，
能够改变自然。错。我的问题是，字典是不是错了？他解释错了，字典这个字没错。人要达到定的时候，就是点了。人要修禅定，定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超过天了，就超越六道了。哎，六道上我从我们上面去28层天呢、啊？这是佛家的话啊？对，是啊。啊、哦，哎，中国儒家也承认这个，不是改造自然的口号啊、哦？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的定功达到一定的时候，你就超越了。那我们拿这句话当成真理，一直在改造自然呢？您知道，几十年全世界都在这样做。不是，他解释错了啊。这古人讲的话没错啊，啊，人要定才能升天，你心地不定啊，你是升不了啊。你先定是定是真心呐、啊，不定是妄心呐、啊。啊，妄心变现的是什么？就是六道的现象。啊，你用真心呢，真心六道就没有了。你怎么不升天？你超越六道了。天是指天道，天道。那这些专家学者，搞错了吗？那有会有因果的这种？当然有因果啊！啊，会有。你说这个字典这样注解的时候，这是误导人呐、啊。他自己将来也要有灾难、啊。那当然了，当然有果报啊！啊，这个果报很在佛法里面讲啊，堕地狱、啊，地狱出来之后，无论在哪一道，生生世世愚痴。因为他让别人愚痴，没错，没错，没错，他误导别人。那他不是故意的呢？他不是故意，他也有过失啊。故意的是有罪呀、啊，哦，不是故意有过啊。你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老祖宗教给后代子孙要谨言慎行啊，对，不错啊，是怕他有灾难，是这个意思。对，不错，是啊。现在骂祖宗的这些人很多呀、啊，那叫大不孝啊！啊，你一代一代传下，你但是这祖宗的恩德了，而且祖宗留下这么好的东西，啊，你不学习，你不是该遭罪吗？有人祖宗对你的恩爱，你完全忽视了。这个最重了。有人看过《和谐拯救危机》，听了您的教导之后啊，有一种很深的体会，说中国古人的这些中国古代的古圣先贤，实际上他们是大教育家、大科学家。对，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他教给子孙后代，让他们的心善。对，那么您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心善发出来的那个波呀，哦，不一样，它是善的，不错。”所以说呢，这个传统的教育啊，每一个人学习之后，他那个心波都是善的，那天下就太平了，家庭就幸福和睦了，没有灾难了。他说这个教育原来合乎最伟大的科学，对，原来是这么回事。他这个解释对吗？对，你说汤池的成就啊，有很多人误会啊，好像我有什么能力，我就告诉大家我什么都没有，这是祖宗的教诲的力量啊！啊，谁去提倡？啊，谁去干这个事业？那谁就做正功啊？谁做都行啊！我说这个绝对不是我的能量，我哪有这种能力啊？靠祖宗啊，靠佛菩萨了。我们是依教奉行呐、啊。啊，看到这种成果，啊，这是给你做证明啊。你应该去尝试去学学。这刚才我们说到人定胜天这个词，对，如果按照儒家的观念来理解，人就是社会大众，对，他的心呢都安定了啊，对，不错，他的身份呢都是各自按照自己的本分去做事，没错，那么这个力量对是最大的，是凝聚力，能够比天呢还要比自然的力量还要大，那它自然灾害都没有了。哦，这四个字就是在教育、啊。对，不错，是啊，可以这样解释、啊。不能把他的意思错解了。啊，可以这样解释。对、啊，你讲到这个，还有一句：“仁者无敌。”是，很多人错解了，
无敌，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是啊，谁也打不过我了。嗯，其实意思解错了。一个仁慈的人呢，他内心里面呢，绝对没有一桩对立的，跟人不对立，跟事不对立，跟天地万物不对立，不对立就叫和谐。那叫真正的人。对，那真的人。哎，心里边是没有对立的，他外边就没有敌人。没有敌人，不错。这仁者无敌。对对，仁者无敌，是这个意思。有敌人就有灾难。对嘛？他好多把这个古人的话都解错了。你跟自然界对立，你要改造它，自然界就是你的敌人。对，不错不错，是敌人啊，他有反抗啊。你跟其他国家对立，对不错，那人家就要对不错啊，跟你结怨。对呀、啊。每一句话，每四个字就是教育，深刻的不得了啊。啊，这真有味道啊！现在没有人教啊，对，没人教，是的，而且教的还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提出来，还有很多种灾难，比如说其中一种，就是这个饥荒。对，这个饥荒是怎么造成的？对，饥荒还有瘟疫，现在还有能源，能源，嗯。问题都非常严重。饥荒怎么造成的？浪费造成的啊，美国就是最标准的浪费啊，所以有很多预言家讲，全世界灾难的发生从美国。我们相信，为什么呢？美国只有3亿人，它消耗全世界的能源1/4，进口大国，哎，1/4，啊，那个浪费的时候太可怕了，啊，很平常你都看到的，啊，一碗东西吃一口丢掉了，啊，他怎么会不会饥饿呢？啊，那我们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物力艰难呐，一粒米都要看得很贵重啊，都不可以浪费呀、啊。就是您刚才谈到美国哈、您有一个判断，很重要的一个判断，用了一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词哈。对，您再跟我们讲一下美国的情况。对，美国人最不知道啊，珍惜这个物质生活，处处所看到的是浪费，太过分了啊！所以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了解。全世界的资源，美国只有3亿人，他供养他们的时候是1/4，啊，全世界1/4的资源供养美国人，啊，所以他们不知道爱惜物力，啊，我们看出到处这个吃的东西到处乱丢，我们看得很难过，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就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啊，皮毛带就还。啊，佛陀在世，出家人的生活是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我们也曾经做过实验，啊，我过去在台中学习，我5年日中一食，啊，有一点心得。啊，所以我就向李老师来讨论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饮食的问题。人是一个机器，它的活动啊是要靠能量，像能源呢，食物是能源的补充，啊，可是这个身体啊，每个人不一样，哎，有耗能量的，有节省能量的。这个老师同意我这个话是。我说能量消耗啊，都是消耗到哪里去了？啊，那我的结论呢？我说应当是95%消耗在妄念上，妄念越少啊，消耗能量就越少，就越低，那他需要的就越少。李老师很同意我这个想法，就是。啊，就是那个心越乱，对对对，心它清净嘛，它不需要那么多能量，它一餐就够了嘛。
人可以这样生活？哎，可以啊。嗯，你这个妄念越多，消耗能量就越多。嗯，你一天三餐还不够，你还要吃点心的，吃什么东西？你补充你能量。你消耗多，你要是补充不足，你就生病了。啊，所以说人的心越清净，就越舒服。啊，需要的东西很少，而且的时候时间很长。这个超快乐的生活啊，啊，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啊，这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讲，所以定了，人定胜天了，啊，阿罗汉的定功，就是心更清净，比我们清净，七天吃一餐，辟支佛。比阿罗汉的功夫更高，半个月吃一餐。啊，那再往上面去呢？心达到极其清净者，饮食就断掉了，不需要了。所以，财色名食睡，这叫五盖，这都不是正常的。正常的人就不需要这五样东西。五盖就像五个盖子一样。啊，对对对，像盖子一样的是，它盖住你，把心给盖住。对对对，不错不错，哎。所以说财色名里头有食啊，有吃的，哎，对对，食可以不要的啊。到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呢？你说不说欲界天？欲界天呢，大概到第六层天的时候就不要了。到色界呢，完全不要了。这天道，天道众生的情况，哎，天道，哎，他就没有饮食了。那我们现在在看人间呢，啊，对，消费至上，享受第一，啊，不是，这是错误，所以说观念错了，啊，应该是什么呢？是在佛法里面讲是智慧至上，禅定第一，定才生慧，啊，你心里面乱，它怎么能生智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学校，啊，我在国内很少了，在国外的时候看过很多大学。因为我也见得有教授，啊，我们去看的时候，现在的学生很可怜，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他能学什么东西啊？老师在上面讲课的时候，学生精神不能管住，东张西望，啊，大概上课的时间顶多十分钟，十分钟之后心就跑掉了，到处跑了，所以这他怎么能学东西？我听说您给剑桥大学的学生讲也是这个效果，对，他们也心浮气躁，他们比较好一点，嗯，啊，比较好一点，啊，那我这一个小时他都能听下来，你在一般的时候就问题严重了，那么这就是圣贤的这个教学，那肯定要定，所以我就想到，我第一次见张家大师，嗯，啊，你看我给他提出一个问题。啊，我说方老师介绍我佛法，我知道佛法殊胜。我说有什么方法帮助我能够很快的切入？他就看到我看了半个钟点，我不知道啊，啊，到以后的时候十几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他看到什么？我心情不定，一定要叫我整个定下来。你看他看我，我看他，半个钟点。妄念就没有了，我就等着他的这个开示。您是说两个人就这么坐着？啊，对对，就这么坐着。您坐这儿，然后老师坐这儿，两个人就这么看着。啊，不是面对面一句话不说，半个小时。啊，对对，是啊，半个小时啊。我提出一个问题啊，啊，半个小时，他就说了一个字，有。我有这个有，我们精神可来了。啊啊，有，就注意听了，有，他就又不说话了。啊，我们这一动的时候，不又气又冒出来了吗？啊，是吧？这个时候停就是大概五六分钟，哎，再定下来，他才告诉你。这个告诉跟你讲的话不多，你看得破，放得下，六个字，你一生都不会忘记。而且吧，你会信受奉行，你会真的去干，干得真有效果。那所以那一天要早我离开的时候，唐老师就送我到门口，嗯啊。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我今天告诉你六个字，你好好就做六年。哎，我真听话了，真干了。
我还获得奖，我从哪里下手？从布施。送东西啊，从布施，就是放下。那这样说来，这半个小时实际上是在老师教学生，对，就是教育的一种手段，就是教你把那个浮躁的气定下来，恢复下来。对，你不定下来，不跟你讲。我给您讲，现在大学里老师教什么？你们要会消费，你们要会挣钱。我教给你们怎么赚钱。现在大学老师在教这个。我不相信，因为我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商学院一栋大楼建好之后，他举行一个落成典礼，请了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非常有名的，也是教大家怎么赚钱啊，怎么样消费。那一天校长坐在我旁边，那校长，我跟校长很好，我就告诉校长，我说我不相信他的话啊。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他自己没钱。哦，他自己没钱，他来教别人。对呀，他还在当个教授啊，拿的那点钱过生活啊。他自己教人赚钱，自己没有赚到钱呢，这靠不住。这我们校长也就呆了，啊，校长问说，得问我，那你的看法呢？我说他不行，他不能做经济教授。我说这个教授我来干啊。他说你有办法？我说是的。我说他有那些方法。教你这些方法，好像种植呀，农夫种植啊，他会懂得种什么？他没有种子，哦，所以他没有钱啊，他没有种子。我说我懂得方法，我还有种子啊，是吧？所以说起大家都笑起来了。所以有人看到您的介绍，大家就相信您了，因为老教授的钱确实很多呀。您在电视上讲啊，这个想要上亿，一两个亿想来他就来，需要真有啊，这个钱真有，是的，是真有，是真有。你施嘛，是因嘛，就是布施嘛，就是布施嘛，布施给穷苦人呢，需要的人，需要的时候，这就是缘。现在我要做什么一桩事情，我这一号召，钱就进来。那是缘，不用去挣，有因，不用那么信，不用啊，不用啊，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我已经57年了啊，所以老师教我的话，我对老师为什么那么尊敬啊？天天都拜老师啊，感恩呐、啊。他不教我这也是这贫贱终身的，这都他教的啊，没有他教，我相信啊，我相信我肯干呐、啊。啊，所以真的是身材有大道啊！你布施，啊，发布施，得聪明智慧，啊，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我们这三种布施都做、啊，所以我不可以生病。我常常跟大家，我没有医药费，我的医药费布施掉。您是真没生病啊，啊，真健康。所以很多人看到您这个样子都很羡慕。对，是因为现在在澳洲，我住在图文巴，图文巴有一个医院，我是每个月送10000块钱医药费，所以穷人呢，一年12万，年年不断。还有一个这个基督教的临终关怀中心，啊，这个基督教虽然他办的，他对任何宗教他不反对。啊，你这个病重的人到那去，用佛教的仪式去做，他欢喜，他照顾，所以我每个月也给他10000块钱。啊，这个就是1年24万，是年年都给他的，这是叫无微不施，健康长寿的果报。啊、我不是健康长寿，是啊，都是自己可以亲自验证的，天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对，不见得非得是出家人，啊不一定，任何人都是这样，因为它是原理原则，对，不错。只要你肯相信，你肯认真去做，信心呢、啊？对，你一定感应一些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继续向您请教，就是您曾经讲过，那么如果真的有瘟疫爆发的话，那个确实啊会死很多人。对，其中有一个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社会上的色情。男女关系的混乱，对，淫乱造成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对，那么大家请教，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瘟疫，这是第一个因素。除这个因素之外，杀业太重啊，杀业太重，这个里头就是杀盗淫，通通都有。哦，
你跟一切众生结的这些冤仇，尤其现在，你说一听说禽流感，那些鸡鸭几百万只就杀掉了，这能解决问题吗？啊，只有几只鸡、几只鸭有一点伤风感冒，在过去中国用农村里面用一点药的时候，一治就好了。那去照顾周到，你怎么能把它全部杀掉呢？那这个瘟疫还得了吗？这个瘟疫就是带来的瘟疫。所以我们对待这个瘟疫的时候，态度是完全错误啊！啊，牛有病，猪有病，少数啊，你给它治啊，你不能把全部杀光啊，哪有这个道理？那人伤风感冒，是不是把人也杀光了？啊，这个完全都是不懂的这个事实真相啊所造成的。我们在平时啊，其实受的那种教育呢，就是热爱生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学生会问：不热爱生命啊？就像您所说的，两只老母鸡感冒了，然后把这个上百万老母鸡都杀死，对，杀掉，这个不是热爱生命。对，是啊。你那几只这个有病的鸡，你要把它治好啊，所以这有兽医啊，那专门治这个病的。那在我们中国没这种情形，自古以来，这些家里养的这些畜生有病，都要给它治。啊，所以家里一般家庭也农村里面都有这种常识。啊，所以不至于造成现在这个问题太严重。那位巴西预言家讲说，再过几十年，那么全世界的人口呢会有很大的减少，是因为各种灾难发生。不错。您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这个预测？这个是届时业因果报，啊，众生的共业，现在的共业是极端的不善，那感的这种果报了。这是非常可能，啊，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就是努力断我修善，啊，我自己能够修得好，会感动我周边的人，这就是自利之后啊，你才能利他，自度之后才能度人。如果你自己救自己都救不了了，你怎么能帮助别人？你说的话谁相信？现在真的是经济学家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不了科学家也不能避免地震。不错，哎，不错，啊，所以我们这样的做法，我们能够避免一些灾害，啊，如果说这种做法佛教徒多了，都能做法了，他们都看到，那他们在这里研究了，哎，为什么他们这个做法能够这个避免灾难呢？他就去研究了，那就让他研究也好嘛。啊，但是最后的时候呢，最好你还是到佛教经典里头研究，你才真正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啊，但是在做这个研究经典的时候，你得有真诚的心。啊，就像我这个接触这个很多国外的这些宗教领袖，啊，你像我跟这个瓦西德，我跟这个。马蒂，啊，这是回教的领袖，啊，我说我读古兰经，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我如果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我不会懂得古兰经。他就不服了，啊，我说我是穆罕默德的好学生，啊，我懂得这个教义，啊，所以我讲出东西的时候，不比他阿訇差。就是您那个心呢，没有对立啊，没有对立，没有傲慢，就是你那个不如我的佛教，啊，对，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念头，所以他就能读懂这个经典，啊，对，能读懂。啊，我说，我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耶稣是我的老师，穆罕默德也是我的老师，摩西也是我的老师，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这他们东西我都懂。那人类是不是应该在心里边也应该不要看不起宗教？没错，科学第一，这个傲慢心你放下，那完全错误了。只有放下它，才能学懂。你得要放下，你得放，你才能接受，你才能知道每一个宗教里都有好东西。啊，所以宗教里面，我自己的经验，
能够同的大概占80%，不同地方顶多是20%。那二是什么？那是生活的细节，嗯，啊，是他们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嗯，啊，生活方式不一样，是关于那些的，啊，总的方向、原理、原则都是相同的。我们再请教您最后的问题啊，就是当人们遇到风灾、水灾、地震、火灾，哦，遇到这个瘟疫、饥荒，嗯，我们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办？最重要的心要定，心要定啊，要定，不能乱，一乱麻烦就来了。你心底定，定就有智慧，你就知道怎样去应付它。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啊，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原则，啊，一听说这个，心里一慌了，那就乱了，那你就得接受这个灾难。做过恶事的，做过坏事的，是不是要忏悔？啊，要忏悔。嗯，哎，遇到这些事应当要忏悔，要改过。啊，只要改过，古人所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里面其中谈到呢，就是西方的价值观的问题。嗯，我们有一些统计，有一些分析，读给您听一下。那么现在呢，全球啊，已经一体化，经济一体化，而且价值观也一体化，我们会发现一种潮流。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世界各国在鼓励大家消费，刺激消费的欲望，但是呢，这个在佛法里叫鼓励贪，鼓励贪爱。第二个呢，是鼓励竞争，就是胜者呀，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大家都要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全面都在竞争。那么在生活当中，对自己的人呢，就是各个国家都是这样，鼓励大家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强化了对立，刺激了对立。这个在佛法里叫嗔恨，鼓励嗔恨，刺激嗔恨。第三个特点呢，是鼓励大家吃喝玩乐，享乐第一，而且尽情的炫耀。人挣钱，人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享受这些吗？所以说，那拼死拼活，就是为了有钱、有车、有房子、有情人、有名气、有权利、有绿卡，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荣华富贵。这是愚痴，愚痴，这个是非善恶完全混乱颠倒，醉生梦死，这样的价值观弥漫世界，在佛法叫愚痴。最后呢，就是自私冷漠，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最重要，其他的人呢，可以说父母亲人都不重要。那么为了钱呢，可以有了钱可以为富不仁，在国际上呢是发达的不管落后的，强大的欺负弱小的，这个在佛法里呢叫傲慢。刚才我们说到，这是一个贪嗔痴慢的世界啊，天天在鼓励社会大众，各个国家全世界的人们都在造这些事情，这就是水灾、火灾、风灾和地震的种子。那么将来再发生这些灾难，按照佛法来分析，应该不再奇怪了。对，还要包括瘟疫，非常严重的灾难，这都是众生不善业的感召啊！现在这个共业不是一个地区的，是全球性的，所以许多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我们冷静地去思维是可以相信的。在将近100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啊，那时候我们非常的弱小，清末明初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人相信这么一句话，叫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10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潮流改变了，我们可以形容它一下，经济第一，强者为王，争先恐后，互相防范，变成了这样一个世界潮流了。我们该怎么办？还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吗？这个话，我们的邻居日本情形跟我们中国相仿佛，
当西方文化冲进来的时候，日本比我们高明，保持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明，而我们呢，是抛弃传统文化，全部去向西方学习，所以日本就超过我们太多了。原因在此地，日本晓得我们自己东西啊，有很多是非常优越的，不应该抛弃啊，一直到今天，你看日本、韩国还是信守传统文化，啊，敬重传统文化，啊，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苦难比他们多啊。啊，这国报英国不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啊，那么再不能够觉悟，我们后头还有大苦大难。肯定的啊，这个世界不能回头，那就是像他们经典里面所说的，宗教经典所说的，预言家所说的，世界末日就到了。现在所看的全是末日的征兆。您在2008年的5月5号讲授华严经的时候啊，讲过这样的话，今天的人类啊，已经闯了大祸了。确实有很多的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真的是闯了大祸了。那么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回头？怎么才能补救呢？人们害怕再多的灾难。对，如果真的你能够相信传统，相信老祖宗，你回去找老祖宗，你好好学《弟子规》，就能够消灾免难。啊，不必多，我们三个根，你只要开始学一个，必须从这学起，因为什么？它是基础的基础。如果你再能学感应篇、学十三业，那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其他的地方有灾难，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对，不错。纵然有灾难，你也是吉人天相。您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今天的世人如果都不相信佛法了，都不相信因果了，都不相信老祖宗了，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救了。对，那么把这个话推广一下，能不能说这个人或者这个家庭他不相信佛法了，他不相信因果了，就没有救了？对，社会国家一佛如是，但是相信佛法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古人说得很好，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几个人真正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其如金教，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民国初年有几个都过世了啊，眼前有几个都凋零了。那这中国黄念祖是个真正通达的，啊，前几年走了，越来越少啊。这是不是说明世人的福报越来越浅？不错，没福了。对，没人教导他，就没人救他了。没人救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期望着年轻的一代，真正肯放下，就是我所说的，十年寒窗。成就自己，然后才能够续佛慧命，普度众生。要彻底放下，你才能入门。这我常常讲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贪嗔痴慢，这统统要放下，你才能入门。如果你不放下，这是障碍。佛来教你，你也入不了门。您所讲的这个话是在培养老师啊？对，在培养救这个世界的力量。对，对，时间至少十年。十年是小成，初步的小成就。大成就
总得二三十年。有了您所说的培养出来的这些人，那么人类社会很多个家庭，我们的民族就有前途了。对，如果说是能够用这些先进的技术啊，网际网络啊，跟卫星电视，用这个来传播，真的，即使小小的一个摄影棚里面讲经教学，全世界人得利。哦，通过卫星电视，没错，大家都能看得到，都能看到。通过这一次的证明，人们对庐江啊，还有其他几个地方，那四个地方呢，对，中风三十系念，对，叫护国西载法会啊，有了极大的信心。大家看到哦，出家人在碰到灾难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对，您能详细的再给大家说一两句，就是这些出家人在灾难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应该认真的修自己的，就是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为什么呢？这是基础。你没有德行，你散出去那个波啊，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你不能够跟他两个抵消。如果你自己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你放出去射的波是善的，那是不善的。这善跟不善的一会合的时候啊，就会把那个不善呢减轻。啊，那你这个善的也会有一点波动，但是他那个就减轻了。道理在此地啊。这个不善的波动啊，消除掉之后，灾难就没了。对，灾难减轻了，至少就减轻了。如果小灾难就没有了，大灾难就化清了。啊，所以它有个道理在呀。就是当遇到这些大灾难的时候，不错，这些出家人应该做这些事情。不错，绝对要修三个根本。我对现在的出家人时时刻刻勉励他，决定要百分之百的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那进一步的说，能够落实再落实沙弥律仪了就最好了。啊，确确实实可以自度度人。那么每一个地区或者是每一个国家该做什么？碰到这些灾难，官员们该做什么？也应该啊，只要真的能够推动弟子规的教育，就国泰民安。那为什么人心都向善，灾难自然就没有了？可以用科学的道理啊来做这么一个判断：弟子规的教育成功了，人心都善了。对，每个人心的那个波动的力量，不错，都是善的，都是善的，都是。那就没有灾难了。就像江本博士在琵琶湖做了个实验一样。那在电视台长期的来播放这些传统的教育，对，弟子规的教育，对啊，做成很多的电视节目或者是电视剧，不错，让大家呢，哎，都变成善的心，善的波动，不错。其实这就是消灾减难的一种教育，不错，是最有效的。投资还少啊，投资少是的，最有效的。啊，那个电视台播这个节目的时候，那是佛菩萨主持，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他救了国家，救了社会，救了世界。但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欢迎这些？都希望没有灾难呢？对，是的，啊，但是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真正懂得，啊，这个伦理道德它有这么大的力量。现在还没有人发觉到，如果真的有人发现到的话，极力来提倡的时候呢，只要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提倡，其他的国家都会觉悟。啊，所以这个带头的难，我这么多年来都想找个带头的。现在看看好像是有这么个希望，啊，这就是，马来西亚，跟澳洲啊，有这个迹象出现了。啊，马来西亚的时候，这华校带头，啊，3000多个老师，这个月底的时候在吉隆坡，啊，集会呀，来研究弟子规。我们中国呀，人口很多，啊，地方也很大。如果我们中国带这个头，啊，做这个榜样，推行弟子规的教育，传统的教育，对，那对人类这个，那就救了全世界。
那就是说的话，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人救了全世界。你一定先救自己，你才能救全世界。因为我们先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不错。现在做这个700天护国惜灾法会啊，有4个地方。对。如果要是40个地方，哦，那400个地方，那不得了，那不得了。那这个，那中国这个地区啊，灾难就会大幅度的减缓了。这个确实我们能够相信得过的。而且这并不需要投资啊，不需要花费啊。不错，而且这个是佛教徒都乐意来奉献的。有的人想借这个机会呢，提这样的问题，就说，夫妻两个人生出来的孩子是残疾的，比如说兔唇，这是什么原因呢？科学也解释不出来，遗传好像也不是。这个是业报。业报。对。啊，孩子有这个不善的业，父母也有不善的业，他才相感到你家来替你找麻烦。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形，如果真的是信佛，比较容易好办，忏悔。忏悔。忏除业障，认真忏悔，这小孩慢慢会长好，真有这个效果。不用做手术，慢慢会长好。慢慢他会长好。对啊，所以这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在。你上年那个山西小院你能够看到的时候，那个癌症的时候，医院已经诊断的时候放弃治疗了，他都能恢复正常。那怎么一个忏悔法呢？就忏悔的内容。忏悔是这张家大师当年教给我，后不再造。我知道我自己做错的事情，后不再造，就是儒家讲的不二过，这叫真忏悔啊，不是求佛菩萨保佑，就是发誓啊，对，所有的恶不错，后不再做，后不再做，这叫真忏悔。真忏悔就管用。就管用。那是不是所有的这种家庭的灾难啊，对，都可以用这一个方法？都可以用这方法。哎，知道自己每一天反省去佛家做早晚课，早晚课的用意在哪里？早课是提醒自己，读佛的经典，我的一天不要违背，提醒自己。晚课就是反省，我这个到晚上，今天一天，我的思想、言行有没有犯过？那我们现在初学呢，就用《弟子规》做标准。晚上把《弟子规》念一遍，早晨念一遍提醒自己，晚上念一遍呢，一条条对照，我今天哪里做到了，哪个违反了，违反了，明天就不能再违反了。你要用这个方法的时候，这叫真忏悔，这叫真的改过自新，效果不可思议。有一些人讲说念一些咒啊，做一些什么法会，没有。不管用，不管用。念咒，咒什么意思？不懂，怎么能产生效果呢？必须得通过自己这个心的力量才能解决。没错，一切法为心造。佛法是叫你自己救自己，不是佛救你。佛菩萨救不了你，佛菩萨只是提供你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方法传给你，你要接受这个道理，依照方法去做，就改过来了。如果佛菩萨佛能够改帮助我们改过，我们何必要修呢？那佛大慈大悲，我们干什么恶事，他都能把我们消掉，他做不到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力量是均等的。这个才理上才讲得通。我们对佛菩萨才真的佩服啊！那是老师，老师教我们。我们遇到困难找他教我们，你依照他的方法去做，就能化解。好，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老教授慈悲的开示，这么长的时间呢，非常的感恩您，
收获很大的智慧，谢谢您，谢谢您的采访，谢谢您，谢谢您。